时点掉了三分之二的血，气势不能弱，直接开狂暴，想给他被动给他干出来。那伊斯帕这边是直接选择了换线，因为金化也交了，给干扰。哎呦，闪现一技能直接吹出来，差一下有火没有？有火送不掉。不然可能都反超了，我觉得。哎，这超六人，三个正中间打一套，猪八戒框下去，留的是蔡文姬。那狄仁杰输出环境还不错，蔡文姬奶量有点高，还是打死大闪波一声，马可波罗抓紧了手里有复活，站起了马在找位置，而且再一挂后，猪八戒终结马可波罗人头到手，再回头找陈峰、周瑜，回头一个烧花，还要打，再一扑，反向一边出，跑掉了，没死啊。现在对于二排来说是。双边加上哎，拍闪拍在西三个关羽一刀出去，露娜这波能不能配合到渡劫的夏侯惇杀完？差一点，但是关键群控之后还是拿到人头，还剩两个人，把子墨再粘住。奶飞哦，你看还得渡劫站出来了，还得渡劫。他应该是给劈到塔里了，这里是不对啊，这三级的关羽怎么给他送进去？第一时间小爷续两层被动，可以、踩一下。扛塔直接扛塔，而且没有单位飞了，然后只能断大出来。哇，这个活不活被塔打死？这个草扑明，吸住刀伤害够吗？正面给爆发压制，小叶被他的换血以下的回头找渡劫，关羽进来了，陈峰做不掉，再回头又一底线留住小叶，小叶换位另一边，渡劫吃不上二连击破，再找不进，不进就没有大招。花明还想来再一刀补完，能打断吗？回头反推一下砸两段要留住了，三分球全中，张飞跑不掉，走不掉。而他不想是要 rush 还是选择退？想动，因为看到花海的视野了，但是他们自己血量撑不住啊。上面四打五的伊萨，姜子牙这还不大闪，闪过去，龙撞到了，这个大闪四打五抢龙，四打五正面还有一波了，这个没想到啊！我镇无心这个大闪，吃了无名一套，自己没有四大招拉出去，还要留，顶住，脚下一给他控制力伤害非常高，直接二连击破。马可波罗现在都没有装备，伤害打不够，一个扫起来位置非常好，四十五路横着扫，还要留，再打又一个拍击，你转的。闪现，这是闪现，马可波罗奇效啊，瞬间把自己的末世转出来了，三连决胜。爆发没有像鲁班七号这样那么恐怖，包括说打前半能力没有后羿那么快。对，他在补自己的永夜。来花云，这里出不来了，被花云一个闪留在里面了，再往后拉导弹。